会的是吧？那个新叶城的视频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哎，桑德，你头发怎么那么短？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time travel video， 你很幸运，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看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吃冰葡萄牙的布谷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去，算是树林吗？好多东西 ，life isn't easy。这个地方叫 The Brakman。我要跟你说个很开心的事情，前面好像是有座位，好开心啊！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哒哒，这是我新买的灯光。你问我为什么，桑德，为什么你要带一个灯光？仪式感。葡萄牙去俩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鞋子是不是好看的。我好喜欢。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人来吃夜餐，我们有朋友。今天的朋友It's a cock. 他叫卡克，他叫卡克。为什么 ？Why do I have such a beautiful rooster? 这个是代表葡萄牙。葡萄牙 ，they have like a the rooster of Barcelos. 这就是葡萄牙。桑德，你还有什么葡萄牙的东西 ？Ronaldo, Ronaldo, brilliant! Ronaldo, Ronald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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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你可能会觉得，哇，你为什么穿意大利的衣服呢？是因为意大利的 Ronaldo 衣服比葡萄牙国家队的 Ronaldo 衣服便宜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少气夜餐。Come on， 卡克。Do you like my 卡克 and my ball？ I have a 卡克。I have a crystal ball。傻逼视频。首先好处，这里可以打开。OK OK， 我操，这怎么那么复杂？你知道葡萄牙和西班牙语言很像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军粮也会很像，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？哦 ，apricots， 这个是 peach，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放在饼干上面。Pork stew with vegetables，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main course， 这个我们一会儿来吃。OK， 大家要发一个弹幕，是生吃还是是热吃？首先，哦。你们来发一个弹幕，我说为了，你说为什么？这一杯我干了，为了。哦，我们从巧克力开始。首先，它的包装，哇，这个是军人吃的巧克力。So this is chocolate from 1990， 1919年的品牌叫瑞塔。呀，这个巧克力，它的口感。没有那么硬，你不要发弹幕，你不要发弹幕说我喜欢软的，不要发这个弹幕，不要不啊不要。第二是它味道 ，it's like milk chocolate a little bit。下一位，主餐，幸好桑德来了盘子。哇哦，桑德真的每次会学到新的东西呢。看到袜子没有？是不是很好看 ？So， 我们要吃的是这一个，但不加热，放好了。This is gonna look like shit, bro. What the fuck am I doing, man?我怎么感觉就有点像公粮 ？OK， 一公就是这些，一点都不香。我后悔了。这个真的我要吃了吗？你们说吃我就吃，吃不吃？差一点掉了。哇，桑德，你还带了叉？叉子？你还带了叉子？那么牛逼！ Yeah， 我就是这么牛逼。I'm gonna do this.Alright， 为了综合友谊吧，大家如果还没有关注，这个时间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支持一下我。奥利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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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叫叫！I don't know
the fuck I just eat? 就是他说这个是猪肉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刚刚吃了什么东西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，它又不是很难吃，但是那个那个口感就很开心，还是有你跟我们一起互动哦。最后一个I love peach， 我们得要放多一点酱哦，放太少就哇 look at two movies， 妈了我也太色情了吧。来，哦，难怪，就觉得这是过去泡。这个菌量我觉得给一个六或者七，它是很有那个安全感的菌量，它没有恶心的东西，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吃什么，但是你就知道它不是特别恶心，你可以接受得了。所以卡卡，你觉得今天浪漫吗？浪漫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嗯，你们卡卡，可怎么卡？这个是上面写的是 Love is like this view, beautiful and full of surprises。 这个是给一个50年结婚的 couple， 是他们的孩子送给他们，这个作者。然后这是今天 That's us。谢谢你们了，觉得好好玩，就是因为是你们看的我才可以去拍那么多，如果是播放量很差我就拍不了那么多，所以很感谢大家愿意陪我一起吃这个野餐，再见。